盘点抖音丝滑古风变装，一起来欣赏那惊艳的国风之美。我在著名影视剧《洪福齐天》的拍摄现场，我是扮演谢连觉的谢小莲。这是哥哥，我是三郎啊！啊，你不是我的三郎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。爱恨纠缠，但生生世世，心里执着的信念为你存在。长公子，凉拌菜。你们都说为什么不出一个国风古装呢？我要出就要出一个最厉害的。天下之大，舍我其谁？我走过玉门关，为祁连山上飘的雪，也走过长城边上萧萧吹过来的风。皇宫有什么好？你就那么想去做那个昏君的女人？还是你根本就是想荣华富贵？是，我就是要想荣华富贵，我就是爱慕虚荣。就算我们哪天刀剑相向，那也都是我自己选的。周深辰，我来嫁你了。若有来生，换你先娶我，可好？时光横流中，这份爱多渺小，一放手就消散掉。说一声那么长，爱与你都不重要。哎呀，破防了破防了，家人们，刚看完那个周深如故，抖音上就全都是周深辰，我来嫁你了。编辑老师、作者老师，你们在吗？我不管，今天这是我的视频，你们两个管不了我，我就要让他们有一个好的结局，怎么了？周深辰，我来嫁你了。国风合伙人盲盒，我会开出啥呢？我有一段情，赠耳之铃铛，一步一响，一步一响。风情万种这样的词来形容我，俗不可耐。姓名？金子。和死者什么关系？前男友。事发当晚你在哪儿？在他家楼下吃面。怎么证明？有小票啊。吃完后你去哪儿了？回家喽。哈，可是有目击者称，当晚11点左右，你又进入了死者小区。那又怎样？他10点死的，我11点进去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可是我什么时候说过他是10点死的？好了，带走吧。等一下，可是我也没说死的是他呀。是什么下凡的仙子？她是祸国殃民的杨玉环。什么？杨玉环？就是那个跑死八匹马就为了吃什么荔枝的杨玉环？呸！快滚吧！我们不需要你的假惺惺。杨玉环，都是你，都是你祸害了大唐！你是个祸水！为什么死的是我的丈夫和孩子？不是你！评论区留言，喜欢哪个好看的妹妹呢？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呢。